4月29日由浮梁县人民政府主办，浮梁茶开发集团有限公司、浮梁茶文化研究院共同承办的2021中国浮梁买茶节在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圆满落幕。50余位业内专家学者、领导嘉宾出席，近300位国内客商参与了活动。活动得到了中国茶叶流通协会、中国茶叶学会、中国茶叶博物馆、万里茶道国际协作体等国家级单位组织以及专家们的参与和支持。在为期3天的时间里，通过4项主题大赛、3大主题论坛以及大众互动活动，向外界展示浮梁茶的独特魅力。活动期间，与会专家审议通过了关于浮梁茶的7点共识，经景德镇市茶科所、浮梁县农业农村局等相关单位和组织前一认可，10余位专家学者共同签名，并由刘仲华院士和王岳飞教授代表在开幕式上签署公布。